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本节目由靠谱的杜小满冠名播出。好久没有听到那么吵的声音。我觉得你一个猛子能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出去。没了你。欢迎大家来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。大老虎，这里有三只老虎的认领权利，所以我们搞个小小的足球赛。哎呦，这一趴是专门让鹿晗来秀的，是不是？球球哈哈，乒乒乓乓，太可爱了，舍不得走了有点。乔叔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到这样一到自己家似的。外孙啊，咱家来客人了。Hello 啊，感觉今天过年吧，孩子回不来了，我这挺孤单的。看着你们了，他就心里也高兴了。铁锅炖大鹅，香味飘过河。炖大鹅，酸菜白肉炖血肠，吃的全家喜洋洋。可以，这下弄得挺累的。我也是累的，也累。今天早点睡。3, 2, 1, go。新客年化利率4.9%起，更有免费视频会员，五哈精彩不错过。哈哈哈！第三季3月3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，会员抢先看48小时；3月4日起，每周六晚8点，会员专享五哈和他们的朋友，精彩定期放送。上微博搜索哈哈哈，参与互动，赢惊喜福利。我在那炕上烤一会儿，嘴都干了。你看炕炕头啊？啊，这么热，再烤一下，嘴都干了。你看，今天那个，知道那个人有人都没敢多烧炕，没敢多烧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咱们今天决定一下谁睡炕头呗。哎，抽乌龟啊！可以。哎。哥几个来，马上看看谁是宝贝儿，开始吧。超哥呢？超哥，打电话。上牌。有对的往外扔啊，就往外拆。这牌，这往外拆，好了吗？哎，还有对吗？没有，没对啊。那你先开始了，他开始了。没有。俩酒，让我来推一下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有啊？哎 ，sorry， 出老千是不是啊？换牌，换牌。咦，怎么地上还拿上来一张呢？换牌，伸出来。我们还是没有啊。哎，你要不要换这个？给你换牌的机会。不换，真的。给你换的机会。行，这张，你这个真的是怎么了？你又换了，你选择换了，我的天，你选择换了，月东，你真特儿喽，你真是，走，哎呀，走了，哎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哎呀。哎呦，铁子们，再见了，哦耶！哎呀，到赛点了啊，炕头之战，决战炕头之巅，这纯纯赛点了啊，纯纯赛点了。
放下放下放下。他还有几张？还有三张是不是？两张。你抽中了就是他了。哦，明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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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中的就是他。杠头，爷们儿啊，啥也别说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没事儿，上火上火了。你老起起伏伏的干啥呀？出汗。哎，一会儿翻身，一会儿又翻身。这炕太热了，太出汗了。帮小哥，我给你烧着了。你炕头吧，叔，咱这炕最多睡几个人啊？五个人睡过，看不看着我？咱是里边还能睡俩人呢吗？那没毛病，咱正好六个人，这还有雅间呢。那这样，那大哥跟超哥要睡这边呗？哎，不，我没睡过炕，我试一下，我申请打呼噜吗？范老师不打呼。我没人打呼噜吗？小玉打呼噜吗？我不打，但是我睡觉不老实。你打不打？海涛敢打吗？我不打呼，就超哥喘气儿都费劲。正好，就让超哥睡吧。超哥，啊？啥？你睡床吧，你进去睡床吧。一个人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就。我跟你床里面的你进去睡啊，有点像被孤立了一样。来，配套，都配套啊！是这么头冲里睡呗？怎么睡的行？咱一般是头还是头外都行，一般头冲外，咱头冲外呗。啊，头冲外睡那个脚冲你脑嘛？对，啊，哎，先暖和一会儿呗，我脚也得上炕暖和暖和。嗯。去吧，还舒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绝对舒坦。去吧。哎呀，该入寒也该睡觉了。哎，真是啊，此生无憾了。你还不如挨着我呢。我起码不会说出这种话。哎，这边冷静了。哎呀，这，突然感觉有点危险。我俩中间有个哈。小哈哈，这灯真不关啊！你这个更睡不着了。我就是看电视入眠，吃播。别玩，该睡就睡吧。哎！啊！你知道吗？录真人秀，存气特别多。哥生那么大气吗？这一天，你喝多了。从机场下来敞篷，就是这么醉哦。睡吧，明天还好多事儿。两点了，快睡啊！你明天还早起呢。关灯了，关灯了。呵。你咋不睡呢？我一个人住里，我有点像被孤立了一样。那你挤一挤，睡不下了呀？我走了。哎！我眼睛瞎了，感觉怎么有点黏黏的？超哥，你往那边站着，那个那边雨露均沾，咱们。你们想不想睡？想睡，想睡。谁不想睡呀？睡吧，明天还好多事儿。天，呵，哎呀，我这回我可以，真的，我可以好好睡觉了。快睡吧，快睡。
干啥？醒了我。好，这个好。大哥，你不插了，这屋里蹦迪了。杀了我，谁来杀了我？大哥是准备熬鹰了。歇会儿吧，大哥，以弟弟的身份恳求你了，在床上休息一下。呀呀呀呀！哎 ，Everybody， go go go！ 范老师，咱上客厅睡吧。可以啊。二哥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我说句心里话，该睡就睡吧。睡着觉了。你这摔骨了，你哪说？我好像。哎呦我！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！什么玩意儿？我也就睡着了半个小时，基本都睡起床了。这一觉睡的好像又睡了又没睡，如梦如幻，如泣如诉。是，这种感觉。太兴奋了。发生了什么？打范老师，哎呀，范老师昨天你开演唱会了吗？打葫芦磨牙。打葫芦啊？不止啊，不止。磨牙了。我爱范老师，我戴着耳塞，这边耳朵都快聋了。上来，我没有听过那么响的模样。我现在屋里进拖拉机了呢。哎呀，我是自拍的，大家。怎么样？你放响点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了呀？跟那拉木头似的狗，这什么东西？磨牙，磨牙，磨牙加加磨牙加，我都害怕了，把你牙碎了，骨头断了这是。天哪！范老师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你这脾气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憋屈的你就说出来，就节目组还是咱，你醒的时候表现挺童真的，你这一睡着。全心事全出来了，心事全在牙上。特别老师，你特别有牙磨的，跟我们四个人一起磨行吗？我们四个什么玩意儿？谁？然后今天我们赶集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赶集经费啊，要拿到经费就要完成小游戏啊。你们先选出一个人来，干嘛？你们先选出一个人，别说干嘛啊。那不是范老师吗？那磨牙磨成那样了，去吧，我来。范老师躺平，来。来，别动，听我。好，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啊。范老师是啥事都不用干，他只要躺着就行。哎呀，这不简单吗？来，在你的肚子上放一个硬币。拍一下，翻过来，哟，五个人一块挑战成功才行。大哥，这钢铁硬汉，磨一宿牙了，还怕拍两下肚子？这我跟你说，给点呼吸。对于他来说是早晨练，肌肉练着绷着，然后打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这个腹肌比我在训练的时候都练得好。来，咱先试一下。我来，第一下，我来，好了。可以吧？没翻啊！没翻啊！没翻！你太硬了，一定要软。你这样，吸气，深吸气。不用吸气，腹式呼吸，你试一下。
哎，吐气，哎，远一点。嗯。不能崩。我动都没动。不是，现在太硬，现在太硬了。是。要还是飘软的地方拍。啊、嗯。硬的地方没用，它没弹力。哎行，我放脚，我放脚，我放在肚脐的这个第五个。哎，对，肚脐眼儿那好弄，是吧？嗯，猛攻腰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打飞了，我没事儿干。这硬币在空中哇哇转。你现在能把这个硬币转到肚子上拍的翻五圈，超哥，真急眼了，不行，真不行，这腹肌嘎嘎的，它能跳跃吗？要还是飘软的肚子？哥，哥，不行，让弟弟来。你确定、啊？哥，我试一下。那你可就真来了，我这肚子就干这个的。哎呀，你这还底要点肉，你看我这个要点肉吧，然后它。起来了，能对对对对对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对，这富裕点，这个好，这个小，这小度，这个好，这几这小度，这个好，席梦思水床，哎，你看不一样了，太好弄了，手感不一样了，哎呦我，哎呀，好，这感觉挺简单，对，这富裕点，我们这个平台很好。我想看你看做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平台，对，大家试一下吧，就得小点劲儿。小，哎呦，哥耶，哎呦，哥耶，别吐了，不是，刚才跟范老师还有什么商量合计，上那就干的。老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绝对是要事了。你那个在这里啊，他拍这里，你们过来吧。但是这几天，咱吃的油水也挺多的，也没法进健身房。这个确实可以帮助肌肉形成。是。来吧，小鹿吧，小鹿，一直没打，你试一下，有手感了。不行，力量不够。进来了，我就没有没拍。想打力量不够，白打了。你呢？脸子放松。不是弟弟，他不是，你得削他，你知道吧？就是。就直接来，别合计，没事，能挺住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来，你得削他，你知道吧？两个，漂亮！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拿着，走吧，掌握了吧？用力，这招叫无风不起浪。来吧，哎呀！你得削他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！有力！你看，我蹦他不拍，他不翻脸，都老高了。哎呀！哎，不是什么？那的，你得削他，你知道吧？这红印谁打的？这还带挠的呢。这红印谁打的？这不是我，我是这样的，这个手型是这样的。你这样，我不用他们，我自己来行不行？哎呦，可以，哎呀，哎呀，
是不是？要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对，你得让那个肉把它往前，你还像是的，你还像画片那样推过去。嗯，重一点就翻过去。对，来，没事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来，这回我们节奏就 rock 起来，来 rock 起来。好耶，好的，来，脸子放松。我看你手势就不行，对你该轻不轻，该重不重的，他再重一点就翻过去了啊！重来，看一下，我不信啊！来，你打胃干啥呀？那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嗯、王冕，你我来吧。好耶，好的，来走着。好，你学那就得从那边往这边学。哎哎，结束了。你看来不来就完了。你看来不来？你看来不来？哎呀！漂亮！哦，佳丽来到了你这边，就你了。帅哥，帅哥，给个痛快笑声。这一早上眼泪都打下来了，帅帅哥。我。不能进入那种紧张的情况，可以，就啪一下，说说感受，海涛爽不爽？兄弟，你别说，干早上有点饿了，有点太饿了，我干空了。我跟你说，也就你这个肚子合适，这肚子最好。所以说你不能减肥，这就是赶上这两天反弹了，要不然之前全是腹肌，你不饿死？好，那大家感激基金啊，不用说，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况。哎呦，哎，其实跟正好过年了，红色的，呀呀，待会儿就感激啊，好嘞。那咱们吃饭呢？整点，整点，整点，整点。刷牙去，周围再一会儿都凉了。太有意思了，大哥。睡完了吧，得把炕腾出来。哎，烫死了！哎，我放着，一会儿我接。没事没事，哎，放着吧，咱们吃饭吧。嗯，宝石，等会他还有洗脸刷牙呢。嗯。谢谢阿姨。不用客气。你们一起吃啊？你先吃吧，早上不愿意吃。这小米粥都是肉头的。嗯。不吃了，那十二点急就没了。现在只有走吧，赶紧吧，一会儿来两个电话。打起鼓，敲起锣，推着小车来送货。哥几个买啥说一下啊？好，我们以前过年。就是兜里揣点炮，就是边走边放。陆航，嗯，一会儿到集里边，你在我身边。哎，好，因为有我，他们别人不能不敢哈啊，不能放肆。好了，不能放肆，保镖。哎呀，看见人了，哎，看见人了，来，元宝姐。东北特产，春风茶蛋花米榨菜火腿烧鸡烤片，哎呦，烤面筋，声音挺好的，烤面筋，来吃烤面筋，回来吃啊，回来吃，那还有柿子饼，
没有。来东北特产凤梨，东北特产。知道，昨天吃了。哇，冰糖葫芦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很爽。酸酸甜甜，沾羊。哇，好甜。这是到你的领域了吧？对，自己家就是这种大吉贼爽。你看我们雪糕直接在那儿卖多好。哎呦，冰淇淋都不用搁冰箱。哎，这是花花吗？这花花来点，这个好。山楂，那个和山楂相似，但它不叫山楂，叫花花。花花，嗯。啊，这是布老林那个糖，这是特色。这鱼是齐齐哈尔的不？这鱼我看这面黄的，是不是咱抱的？这不他吗？刚出来还抱他来的吗？在那铲车里来的，咱合影来的吗？年年有余。哈哈哈！跑这儿来了呢？哎呀，过年好啊！叔，咱都有，咱这些要买点吧？鱼啊什么的，咱家都有，这个都不用买，都有。叔，哎，灯笼买一个吧。咱有，那么很多的是灯笼有是吧？哎，多的是。那个买点雪糕回去吧，晚上。咱家有，都有啊，有。跟叔溜达一下午，我估计咱一分钱花不出去。到咱家了，你们花钱怎么整的？那不合适。咱那个啥，想想给姨和叔买点啥？买点啥？嗯，买点啥回去？看看呗，一会儿有啥？家里的贴纸的花花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来点小兔子，过节了嘛？是，这个兔子好，咱贴这窗花，咱有点这贴家里啊，像孩子们在家是吧？对，像外孙女、外孙是吧？哎，那个吧，来个大的。大的。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。到花钱，给弄两瓶。叔，这我们给家里买的啊，这我们孝敬你的。谢谢啊。感受一下。您拿一下。我请客。好，爷行吗？爷能吃不？能吃。这个，来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好，这感觉挺好。对，就得大家一块儿。毛蛋敢不敢吃？谁敢照亮一个毛蛋？我来一个。别拿呗，这不行。行了，要我饼子。大哥这毛还在上面呢。毛蛋的，毛蛋不得有毛吗？没毛就不是毛蛋了。我们是小学同学啊。你们是小学同学啊？他骗我，不敢骗咱们。你直接嘎头。啥口感？哎呀，脸型都变了，还啊呀？哎呀啥呀，哥，你这中间没烤熟啊？这是没烤熟吧？他咋吃的？你这块熟了，我这没熟。这大叔新入行的，拉倒吧，你这小学同学不靠谱，我跟你说。拜拜，这四块钱让你挣了。这啥呀？这啥呀？大姑娘，对，没吃过这个下火的，下火别人去火。就也相当于一种水果啊，是吗？直接吃啊？对，但是有点冰啊，冻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啊，酸，对，这是酸甜的哦，好吃，不是纯酸，纯酸，哎。啊，太酸了，就得冻着吃吧。这个叶就有降酸高的功效。太好了，那我给我妈买点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，超哥啊，超哥，啥？二弟脚，谁弄的？手雷呀，那叫啥？哎呀，哎，谁干的？太坏，你太坏了。快递盒在哪呢？这是谁的？哇哦。咋摔？你拽一下，你离我远点，大哥，你别往地下摔。拽一下这个绳，拽一下子往地下摔。你别往我这扔啊，大哥，我接受。忽悠我吧！哎。
出，哎呦我天，这威力有点大。哎呀，哎，乔哥，乔哥，啊，乔哥，咋？哎呦，哎，谁干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，哎呀妈呀，快跑！那地雷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是拉栓了吗？对，这个，这个，拉栓了就响了。咱现在炸谁？哎，海涛！哎呀！哎呦呦！走吧，往回走吧，吃面筋去了，吃面筋去了。胖姐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胖姐啊，整点面筋呗。啊，好了。这刚烤的。啊，对，刚烤的，拿吧，多拿几个。这真可以。好不好吃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姐多少钱？免费送你们吃的。不，拿十块，拿十块，大姐，拿十块，怪冷的。谢谢。好吃啊。你别说啊，这小鸡非常热闹。对，我以为有羊汤呢，怎么没有羊汤呢？没有没有，永远都没有，永远都没有。你想喝的东西永远都没有。二师兄，啊！不会吧？不是吧？这是昨天你们点菜点完的食材，我们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这大猪咋整？那个咱这有专业杀猪的。行，来吧，往屋拿。上食材吧。姨呀，回来了，姨给开个门。哎呀，暖和。哎呀，太暖和了。炮往那边放呗。不，往凉的地方放。咱现在是干啥？调整一下，我们把猪送回去。完了，你跟小鹿在这儿整菜。行，走吧，我们送个猪去。走。还吃呢，哥们儿。不，这怎么推过去啊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有三轮吧？是不是得把它抬上三轮？完了，这谁能抬动啊？我试试，看看看多沉。你要能推动，你就自己推过去吧。对，我这要是一抬起来，你们说行了，你自己去。还行。走走走，我们在你后头。慢点下去吧，慢点下去，速慢点，能行不？一二走。哎呀妈，真沉呐这。一二，抬不动啊，这老沉了。戴你没戴手套？没事。一二，好嘞，好，慢点。这咋挂上面啊？等会儿，肯定有办法，我看看啊，把它抬上去吧。咱四个先起下劲，看能抬多高。注意腰啊，走，慢点啊，一，呦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！要不然先把车翻过来。不对，要不然猪上来我们也得翻。这边旁上这么上去了，横着上。哎，来，朱爷，来，一二，来，这不行，不行，这边使不上劲儿啊。咱们不如用原始方法把它架着得了，拉着它走。我们试一次，试一次。来！哎呀妈！一二三！不行，那边上不去。人怎么死的？笨死的。
这玩意儿得咋整上去呢？我意思就别吃它了，吃素也行，是不是？咱到底谁能把这事想明白呀？他肯定是有科学的办法的吧？这就不是四个人能整这玩意儿，这就不是四个人能整这玩意儿。我马人马人，哎呀我，找人帮忙忘了。哎，咱俩这么笨呢，咱咋没想到找人帮忙呢？哥，姐，后面的那个老爷们都出来吧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哥，村里边这么多老爷们，咱四个搁这磨蹭啥呢？这不是最原始的办法吗？人多力量大。可不是嘛。他刚才我们抬了一下，他有点翘头。前面压个人就行。压人，我去压人。来，来，这边。来，一二六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啊！注意手，注意手，注意手。来来来，一二，一二，走。一二，走。一二走！哎呦我的妈！幸亏咱有人啊，早上帮忙忘了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想开一下试试，你开吧。我喜欢，好奇。慢点啊！等会儿啊，这开不动啊，手刹没拉。坐好了啊，走吧，走了，明儿。走喽。这为了送趟猪，咱这阵仗挺大呀、啊！哎呦，下雪了，太好了，这感觉。过年喽！婶儿，我来，我来，都让我来，你就指挥我就行。行，我来。一点就行了。锅里往里一点着就得了。好，好嘞。哎呀，我把里边也弄去。他那个屠宰场挺远啊。嗯。等会儿我这个车拉不动的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再给点，给点油，给点油。我这车等会儿啊，我调成高速试试。朋友们，我这车上不去了。那推一下子吧呀，推一下子，推一下子，推一下子。来来来，它是电的，推了没用啊。给个劲儿，重新启动一下。它肯定是电力是满的，它就是重，过了这坡就好了。哪有坡呀？能行不？海涛，咱俩给他整上去先。好好，走。不，你就是还你还上车就行了。你好歹那还有点劲儿呢。一二走。哎呀，干啥玩意儿？人家着急了。爽吗，勉哥？老快了，我有点不适应。有点刺激，这得四脉吧。这头猪是真特殊啊，车上拉个老母猪啊。车上拉的是老母猪，我和海涛在下边想哭，推了半天我突突突。哎起来点。你现在松了，涛哥你松了试试。行哈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嘎嘎冷的。小风拉脸啊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个车速只能这么慢了，快了不行啊。能开起来就行啊。我们这么慢，猪都嫌烦。可不是嘛，这咱吃上饭明年年夜饭了。明年了，绝对了。哈哈。
了，我要崩溃了。哎，不行了，这段是绝对上不去，换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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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走吧。还有多远？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块怎么有点举步维艰了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咱怎么去呀、啊？他动都动不了。这一趟路程赶上取经了，可说不是吗？你们现在推没？推着呢。我现在靠我还是靠你们呢？咱俩撒手试试。知道了吧？哦，知道这个车有多大什么吗？车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换吧换吧，弄不了。咱哥几个一块抬一下子吧。对，你这玩意儿太哇塞了。我再上去。慢点慢点啊，直接推有轮，注意来。哎，别跳头，压吧压压压，俩车头，再往后推一点。我来，别动。好嘞，来一二零，不行，还得来个人，快，来，还得抬上去，不行，来一二。好了。妥了，这回行了吧？没问题了。你看，这是正经车，这正经玩意儿，猪都高兴了。涛哥，汽车吧，那车咱不要了。我知道，我把它开走啊。哎呦呦呦！那个对不起啊，咋的了？涛哥撞到人家车了。哎呀妈呀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是那个车，你就不应该再捅住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。靠个边儿。不好意思，直接给恢复原状啊。太够意思了，我们东北姐们儿真够意思。走了，明儿。出发吧，出发！哎呦我天！哎呦我天哪！运这头猪真不容易啊，真精彩呀、啊！这年，我住的那个条件好啊，这家家院子都挺大，挺好，干净。他们村也挺干净。到了，到了吧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大哥，我们今天整一个年猪，你帮收拾一下吧。行，顶多俩小时，连肉啥的排骨都卸不完，给你我拿回去。哟，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把车脑袋开到那头，开到那头往后边倒。哎，对。我推落下来，走了，大，好嘞，卸货吧，来、哎、哥帮忙，后边俩人，前面一个人就妥了，后挪，哎呦，妥，哎呦我，哎，别跳头，哎呀妈呀，哎呦，妥。我真的绝望了啊！我们就撤了啊！去啊哥，走啊！真冷啊，这天上车，走！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弄个猪没弄明白了，
我刚才那个王冕的这一辆车，咱开不动的时候，我都绝望了。走吧，往回走吧。少哥，你想这样是吧？哎，这一贴特喜庆，就贴这儿呗。先给他定个位置。哎，可以。最喜欢找这个透明胶的边边，这是一种感觉。咱装饰装饰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先把中间这个来整个红的，这儿呗。行行。哎，有风还真能飘起来。就是啊，动态美啊。嗯。哎呀，气氛还行吧？这个还行。是不是这这俩好看？哎，挺好挺好。喂，哎，这个地方选的好。哎，不是，我早上拍了一张这个透着外面的照片啊，我觉得就是最像过年的家的味道，那种气氛啊、哦，特有年味儿。小鹿，嗯，你有多久没这样？我好久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忽然一下意识到，有一种那种气氛哦，粘对联、写对联、贴窗花，我从早上开始准备年夜饭。对，我觉得咱这个老传统就是好，都是老人留下来的啊、哦。其实老人说的最多的什么？哎，你们忙，不用回来。嗯，那都是假话，都是假话。是。有一次，跟我妈打电话，嗯，她也没回短信，那时候还挺早，短信还是微信，没消息。然后呢，我姐也没消息。后来呢，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，啊、嗯，干嘛呢？她说那个支支吾吾的，嗯，超市呢，啊、嗯，超市，行啊，没事，我那什么，我这吵啊什么，听，过一会儿我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说你是啥没告诉我？他说我在医院呢，摔了一跤，啊啊，踩椅子上拿东西，摔了一跤。我一听就不对，是有感受的，你知道吗？连着心呢，这是啊、嗯，而且现在报喜不报忧，家家如此，家家如此，而且根本不是这样想的。是，我妈老想我，但打起电话，行行，你忙吧。快忙，心里还是想让你回去的。一旦电话拨通了啊，我说我们在准备登机了，或者说准备去哪儿那个路上，车上，那你睡会儿，嗯，别唠了，没事，我这都好。嗯，对，世上最能骗人的人就是父亲和母亲。是的。哎呦我的天！啊！我问你，哎呀妈呀，你没带个？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可比你那天那个中风还猛。哥，你这个车挡过？对，这完全没有啊，这纯360度冷风嘎嘎吹呀、啊。我是造的什么罪？哇，真冷啊，这天。在黑龙江的杏林村，我坐着由范志毅老师驾驶的电动小三轮和杜海涛先生，过年了，以及王冕先生共同送了一头年猪。前车有点慢呢。哎呀呀呀呀，这时候还想飙呀。都说北国好风光啊，没电了，王冕，没电了，一点都整不出来了吗，大哥？兄弟，咱到了，咱到了，咱到了，兄弟，咱到了，快走，冲一下子，冲一下子。兄弟，我求求你，咱到了，别谢啊，别谢，兄弟，谁说你不带劲啊？我跟他拼命啊！冷静啊！到了啊！车停哪儿啊？
兄弟，兄弟，稳住啊，稳住！最后50米，还有50米到了，稳住啊！一定给我稳住！大哥一直跟这三轮说好话呢。哎，兄弟可以啊，到了到了。好嘞，正好正好正好。范老师，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因为不管从导演组还是这帮兄弟，动不动就要坑你两下。听起来不太靠谱啊。不完全是。但是杜小满蛮靠谱的，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出现了。要不怎么说啊，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得找杜小满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难了太难了，冻死我了，不是就冻着。哎呀嘎嘎冷啊。这一趟路程赶上取经了，这998次一难呢，我们这一趟，哎呦，不容易，赶紧让我们暖和暖和吧，快歇会儿，快歇。我手套都没戴，你不是要造型吗？不知道有这么费劲呢。你先看看你的耳朵吧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哎呀，感受啊，没去送你也感受感受得不得劲儿。一会儿干啥？这不是秧歌队吗？过年主要就是扭秧串门，特热闹。行，那我们去秧歌呗。可以啊。哎呀哎呦哎呀，太带劲了啊、哦！爷，这个是带队的，05的吧？对，大姐队长吗？秧歌队队长。这我们今天没有演出服啊。哎，我们有手绢。对啊。对吧？咱不能白学。我练练。经过左的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手慢慢慢动作重播。来了来了，哎，秧歌队来了，秧歌队，哎呀哎呀，走走 move， 扭秧歌指定是比送猪要简单吧？哈哈哈哈哈。阿姨们好，叔叔们好，哎呀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严肃。哎呀，范志毅，好，我是追专门追足球的。把喇叭先搁中间，先拧上，来吧。哎呦，哎，转起来呀、啊！走，老喜庆了，浪起来，浪起来！你幅度有点大呀，哎，得稍微 hip hop 去。哎呦，跳跳大一点，步伐大一点，是吧？走起来。跟我走，跟我走，翻过去了。哎呀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太喜庆了。老是控制不住自己。啊，这就是第一家，马上进了。到了，哎，到了。
年好雨。年来了。对。半年，半年来了。我们正好就是包年的包拿出来，你们尝。我们还能有奖品呢，有礼品呢。哎，动作不能停。哎啊，动作不能停，气氛不能断啊。跳得越好，年包越好。哎，拽起来，拽起来。哥哥们，部队已经走了。动包还没拿呢，别着急啊。叔，动包没拿，等会儿啊。阿姨打包吧，还打包啊。最不专业、最贪吃的团队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给他们吃，他们都没吃过，我吃过。谢谢谢。哎，红豆还真很甜。嗯。哎，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这俩，蘸点白糖。谢谢阿姨啊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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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好啊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哎，要不要脸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哎，这沉呢、啊！哎，这家，这家，这家，走！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豆包没有？还吃豆包，大哥？家里没包豆包啊？啊，没有啊？饺子没有啊？家里煮苞米没？小狗叫啥名啊？白羊。白羊，哎呀呀呀呀！我金牛，我天蝎子，还有摩羯的。超哥，这是咱恩人，今天帮我整车来着。哦，整车的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，给你拜年来了，拜年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们就不进屋了，我们还有好几家呢。行啊，好，再见，万事如意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做饭吧，咱俩。你俩干啥呀？咱俩做饭去了。咱俩做饭去了。可以。一看第二家没吃的了，就回来了。没豆包，只回家了。啊，回去备备食材。过年好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多看看五哈。对。啊。就你自己个儿啊？我家这边有事儿。啊，有事儿，有事情。那不跟小鹿拍个照啊？好，转过来就行。我这张嘴，血全进我嘴里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呀呀，哎呀，给点花生，给点花生呀，抓一把，抓一把，抓一把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娘也没给你带啥，有点花生给你拿着。哎，来吧来吧，屋也有呢，有屋有是吧？这我专门就给大娘，谢谢。你这左手倒右手真是厉害。大娘过年好，好，都好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啊！谢谢了，大娘，拜拜。走走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拿个橘子。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了啊，大哥，啊，给你扫扫雪。哎呀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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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好！来，谢谢。哎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搁家干啥呢？这搁家唠嗑呢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打打麻将，准备吃晚上饭了呗。对。
好好拧，慢点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还有个，这还有个高手是吧？逗我逗我，唱 battle battle。啊！明显比不过，这太厉害了！上上上，得上来 hip hop 起来。可以，哎，来，走就上。厉害，咱往回走吧，整菜去吧。成，猪肉，我们回去整年夜饭去了。啊，搁那个老乔家。好，晚上没事过来串门。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啊！整饭吧，咱不回去他们也整不过来。今天还下雪了，太好了啊！这真的是求都求不来，有点梦幻。回去整年夜饭，回去整年夜饭。收队了。哎呀妈呀，辛苦了这几位阿姨叔叔，辛苦啊，确实带劲的，确实带劲。大雷新年也高兴。超哥、哎，你看我跟我姨夫是不是连线了？哎呀，哎，有点像啊，比妈还像啊。海涛，你来咱屯子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海涛，你是为了不请客，一直没说妈，咱妈在这儿是吧？以后就是想我就来咱屯子里找我们啊。哎，过年好！哎，过来咱摆个队形吧，哥。来吧，就这儿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祝大家猪年快乐！过年了！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喜庆！